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Stan. 首尔法院对冒充방탄소년단成员进行诈骗的A某宣判了一年有期徒刑。 根据报道，A某在2022年8月到9月间冒充自己是彭坦孙元的成员Suga后，与制作人B某进行了对话，并从B某那里收到了未公开音源等资料。同年11月，A某冒充制作人B某后与Suga联系，收集了专辑发行相关信息、发行日期和入伍时间等，并议相关信息。 除此之外，A某还冒充成员B从其他制作人那里收到了超过10首的未公开音源档案，甚至他还被指控非法获取了所属公司未公开的唱片发行信息、未公开的音源信息、所属歌手的个人资料、行程等信息。 法官表示，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利用收集的未公开信息，假冒自己是成功的作曲家，以获得人们的好感，并在接受调查案审判期间也继续犯罪，其罪行性质恶劣。被告曾因类似手法的犯罪被判实刑，受害者尚未得到补偿。不过，被告目前表现出反省的态度，他的家人也承诺将其进行引导，因此判决一年。据了解，被告 A 某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，曾参与过著名爱豆团体的歌曲制作，而目前正在反省的他，在1月23号对一审判决。 提出上诉了，冒充别人获取信息，还获取未公开音源，他在反省什么呢？这不是一两次的事情啊！只要对法官表示反省就可以了吗？竟然动彭坦，绝对不能原谅。还不，他们靠着流血流汗摸索乞丐登上了那个位置，现在那个人在冒充，粉丝们绝对不会原谅的。收集并印相关信息可以视为间谍行为，所属公司、歌手、作曲家、作词家们都需要加强安全保护信息了。 소녀시대的人气当时有多高？最近一位网友上传了2018年的一个贴文，听说소녀시대 G 和 SOO 마레바 活动的时候人气非常高，是现在的 TWICE 程度吗的截图并留言，这已经是6年前的内容了，现在应该有更多的人不知道소녀시대的人气了吧？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贴文底下的留言，就算是不熟悉爱豆的我爸，也认得소녀시대的成员，虽然不一定知道所有成员的名字，但脸都认得出来。想到在综艺节目中经常会出现猜소녀시대成员名字的游戏。 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他们的广告和综艺，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歌曲，被许多艺人提起。即使到现在，无论是在电视节目还是广播中，仍然经常被提起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觉得看这个就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。2010年盖洛普调查，最喜欢的歌手，时代到50代，第一名都是소녀시대。2011年盖洛普调查，时代到50代，第一名也都是소녀시대。当时真的有那种终于出圈能打赢男团的女团了的感觉。嗯。 所以想问一下，在大家所在的国家，소녀시대当时的人气有多高了呢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。 2月1号 ，YG 新人女团 Baby Monster 将以新曲 Stuck in the Middle 回归。 2月23号将发表新专辑的 Twice 将在2月2号公开新公开曲 I Got You。 2月4号 ，DSP 新人女团 Youngpassi 将以新曲 Youngpassi Up 回归。男团 P1 Harmony 将在2月5号以第一张正规专辑回归。2月15号 ，MAMAMOO 曲影将以 Day6 Youngkey 参与制作的歌曲回归。女团 The Slapping 将在2月19号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。MAMAMOO 문별 将在2月20号发表第一张正规专辑。 由 NCT Universe Last Start 组成的 NCT Wish 将在2月21号正式出道 ，KA7 유겸 将在2月21号以新专辑回归 ，TWICE 将在2月23号以迷你第13张专辑回归，2月16号 NCT Taeyong 将以第二张solo专辑回归 ，Red Velvet Wendy 也将在2月发表第二张solo专辑。